赵丽颖、吴亦凡赴成都录制真人秀。群众举报曲靖小区草坪遭践踏。近日，赵丽颖和吴亦凡、吴磊等明星跟随72层骑楼节目组赶赴成都某小区进行录制，事后却传出消息说该小区有群众举报了72层骑楼剧组随意践踏草坪，这事是怎么解决的呢？根据网上消息，我们可以了解到，此次赶赴成都小区录制拍摄的剧组成员，算明星在内共20人，在随屋主进入小区内拍摄时，有在小区门口保安处登记，也提前在当地公安部门进行过登记报备。在遭到举报后，当地公安人员也实力到小区内录制的进行了现场勘查，并不存在草坪被践踏的情况。由此可以得知，可能是群众中有人搞的恶作剧吧。刘德华经传暴瘦烧伤，携妻赴尼泊尔佛寺祈福。刘德华，华仔，一月在泰国拍广告坠马摔伤，工作全面停摆。他勤做复健，早前透露伤势复原良好，不时在官网发文与粉丝互动。不过周刊报道他近日饱受声音沙哑，日前还与太太朱丽倩低调现身尼泊尔的佛寺祈求保佑。华仔与朱丽倩笃信佛教，多年茹素。周刊报道华仔近日与妻子秘密到尼泊尔最古老的寺庙四眼天神庙祭拜，当地猴子众多，该庙也有猴庙之称。过去华仔夫妻俩都是从山下走300阶楼梯抵达庙宇，不过华仔身体未愈，这次选择搭车上山。华仔之前原预计年底在红馆举办演唱会，不过受伤势影响取消。周刊报道华仔已向红馆申请明年的场次，预计举办20场，回报粉丝。梁朝伟夫妇登奥斯卡会员，张曼与范冰冰同获邀主办奥斯卡金像奖的美国影艺学院，在美国时间6月28日公布今年新会员的邀请名单，共有来自57国的774人，含不同部门重复邀请，比去年的683人再创新高。香港影帝梁朝伟和老婆刘嘉玲、影后张曼玉、功夫巨星甄子丹、中国女星范冰冰、大腕男星姜文都是新会员，将拥有奥斯卡奖的投票资格。本届华人面孔众多，香港导演陈可辛、许安华、杜琪峰、制片师男生等也入选，中国导演冯小刚则归在编剧部门。演员方面，张曼玉曾获柏林堪称影后，梁朝伟也在国际享有盛名，范冰冰曾演好莱坞片《X 战警：天气》，今年担任坎城影展评审。甄子丹、姜文皆演出《星际大战外传》《侠盗一号》，而刘嘉玲复唱复嘴，与梁朝伟被奥斯卡官网特别列举出来，是名单中三对星夫妻之一。之前成为奥斯卡会员的两岸三的影人，包括李安、侯孝贤、吴宇森、王家卫、陈凯歌、顾长卫、贾樟柯、卢燕、吴君美、陈冲、章子怡、杨紫琼、李连杰、吴秀波妻管严，却被李晨控使乱中戏。吴秀波在他监视主演的中国连续剧《军师联盟》中跟刘涛上演斗趣夫妻情，尤其他只敢轻轻在刘涛胸口吹一拳，妻管严的模样让人发笑。相较于他饰演的司马懿是如此足智多谋，实在有种超级反差萌。吴秀波受访时说，司马懿这个人物在历史当中记载较少，但正是这样的低调却大有成就的战略家，家庭生活也引人关注。这部剧其实是一个讲亲情的故事。另外，由厂里陈饰演的曹丕笼络吴秀波的桥段，李晨大骂无始乱之，
终结之，让网友纷纷在网络上说都没人觉得子桓、曹丕的字爱仲达、司马懿的字爱得很辛苦吗？其实不止李琛和吴秀波的男男情被讨论，连于和韦氏演的曹操和军师的生死别离，二人情深紧握彼此的手，也被认为像夫妻离别。于和韦曾在《三国演义》扮刘备，如今改扮曹操，演技和造型格外令人瞩目。梁朝伟夫妇登奥斯卡会员，张曼与范冰冰通过邀主办奥斯卡金像奖的美国影艺学院，在美国时间6月28日公布今年新会员的邀请名单，共有来自57国的774人，含不同部门重复邀请，比去年的683人再创新高。香港影帝梁朝伟和老婆刘嘉玲、影后张曼玉、功夫巨星甄子丹、中国女星范冰冰、大腕男星姜文都是新会员，将拥有奥斯卡奖的投票资格。本届华人面孔众多，香港导演陈可辛、许鞍华、杜琪峰、制片师南生等也入选，中国导演冯小刚则归在编剧部门。演员方面，张曼玉曾获柏林堪称影后，梁朝伟也在国际享有盛名，范冰冰曾演好莱坞片《X 战警：天气》，今年担任坎城影展评审。甄子丹、姜文皆演出《星际大战外传》《侠盗一号》，而刘嘉玲复唱复嘴，与梁朝伟被奥斯卡官网特别列举出来，是名单中三对星夫妻之一。之前成为奥斯卡会员的两岸三个影人，包括李安、侯孝贤、吴宇森、王家卫、陈凯歌、顾长卫、贾樟柯、卢燕、吴君美、陈冲、章子怡、杨紫琼、李连杰、吴秀波妻管严，却被李琛控使乱中戏吴秀波，在他监制主演的中国连续剧《军师联盟》中跟刘涛上演斗趣夫妻情，尤其他只敢轻轻在刘涛胸口吹一拳，妻管严的模样让人发笑。相较于他饰演的司马懿是如此足智多谋，实在有种超级反差萌。吴秀波受访时说，司马懿这个人物在历史当中记载较少，但正是这样的低调却大有成就的战略家，家庭生活也引人关注。这部剧其实是一个讲亲情的故事。另外，由厂里陈饰演的曹丕笼络吴秀波的桥段，李晨大骂无始乱之终结之，让网友纷纷在网络上说都没人觉得子桓、曹丕的字爱仲达、司马懿的字爱得很辛苦吗？其实不止李琛和吴秀波的男男情被讨论，连于和韦氏演的曹操和军师的生死别离，二人情深紧握彼此的手，也被认为像夫妻离别。于和韦曾在《三国演义》扮刘备，如今改扮曹操，演技和造型格外令人瞩目。